这边坐。若梦，你父亲的事情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你要节哀呀。我刚刚拥有了爸爸，现在又再次失去了他。这一切都是日本人害的。是啊，日本人对中国虎视眈眈，如果他们的狼子野心演化为战争，那将会有更多的家庭支离破碎，有更多的孩子失去他们的父母。我想要加入泰兴会，因为我爸爸的死点醒了我，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，还应该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活着。你们一直以来的行动也告诉我，信念可以改变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。我也想为东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若梦，太好了，欢迎你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大家庭。好。若梦，既然你马上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了，我们将交给你第一项任务。什么任务？现在的日本人虎视眈眈，可是蚯蚓计划的名单依然还在许星辰的手里。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得到许星辰的信任，那这个人只有你。我愿意接受这份任务。